咁你好啊，我系如是所Coy。今次要同大家发布嘅事情就系Coy嘅频道要开放会员嘅功能啦。为大家介绍会员功能有啲咩福利啦。会员标志 1.0， 起名嘅旁边咧会新增呢个可爱嘅锦鲤标志，由黑色嘅剑习魔法锦鲤，一个月之后咧就会变成蓝色嘅魔法锦鲤噶啦。Sticker 1.0， 新增四个唔同嘅 sticker， 增加沟通嘅趣味性。今后咧 sticker 会持续更新噶。精华影片 1.0， 会员限定嘅精华影片，轻轻剪接直播嘅精彩内容，让大家爆笑回味一番。会员社群 1.0， 发布会员限定嘅文章啦，最优先得到频道嘅消息，包括特别活动嘅问卷，同埋一齐帮Coy而回忆有关中燕之身传论嘅记忆噶。目前有魔法锦鲤同埋Coy自主呢两个会籍嘅，今后嘅会员功能咧会持续更新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快啲加入会员成为魔法锦鲤啦！